好像那些新北市的哈，高志源高大哥了哈。带首第一歌曲《问月娘》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共同来欣赏。导播、摄影师啊，现场嘉宾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两位最棒的主持人，帅哥美女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头下底下听我，是，我大哥你都会唱呢，对啊，你都会搞唱啊，但你看也不用抖音呢，系啊，哦，抖音也在关掉啊，是啊，你连刚刚试看嘛，因为咚咚咚咚咚叫，真的哈，嘿，谢谢谢谢，那看过咱的那的声，哦，真的哈，系啊，自从你的迄个中馈完，哇，真大把，对哦，就大把个，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，弄你练哦，啊，有，我有参加歌唱协会。我们的新北市啊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新北市快乐歌唱协会啊，有那个丁万贵丁理事长带队，是哈，对对对，他组成一个很好的那个歌唱的场所，哇，对对对，牛你对，新北市那个德安里的，
德安里理事长，丁万贵先生，今天哦，我今天会有请这人哦，对对对，还有其他歌唱班的，哇，还有其他组织一个快乐歌唱班，也很棒，太棒了，非常棒的，对吧？另外，你在那边歌唱班，你老公也有很好。